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出现了。人类对于讲故事这件事上来说，非常的有热情，非常的有创意。没有看完耶，这是人类最早的时候吗？好瘦啊！你好啊，年轻人，你马上就要成年了，你现在要证明你自己对于部落是有用的。到西边去，到那棵大树那里去，和那里的阿萨克战士学习狩猎的技巧。也许你会找到其他的人，也会需要你帮助的。阿玛卡。啊，我喜欢这些蓝色的蝴蝶啊，如果我能抓到些蝴蝶就好了。你可以帮我抓一个吗？ What? 你能跑能跳的自己不会抓？这个游戏我之前看截图好像是分为很多时期的，这是原始人时期。跳哈哈，蓝色的蝴蝶跳。这蓝色蝴蝶怎么抓呀？跳啊，这里还有猴子，猴子在扔人。嗨，不许扔我哦。你就只能往啊，这走路好怪啊！我这次不往这走，我往门口走可以吗？这里是拉玛。哎，你可以帮帮我，我的项链丢了。你找到我的丢失的项链，我就会高兴。你高不高兴关我屁事。右边好像就是部落里面啊。哦，这里也能走啊。这个战士拦住了，那搞了半天还是要往左走了，好气人啊！这人怕不是个傻子，你遇到障碍物你就一头撞上去被撞回来。他说你不是一个成年人，你要打败我。哈哈啊，不错不错，你还有很多要学习。我干嘛了？我竟然过了，哈哈哈！我在上面看了很多东西，跟着我，我们会去野外来学习怎么狩猎的。安静一点，不然那些动物会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告诉你要安静点，跟着我。动物在哪儿呢？这是动物啊，你。这是啥？我也要跳过去。我要到边缘的地方极限跳。再走一步，哎，这里。啊！看到了没有？那是一只羚羊，小心，安静的等待时机。哎，你咋不说话了呢？哎！这羚羊，你倒是起来帮我呀！你起来帮我呀！你是个傻叉！我打败他了，我打败了！你看到没？还有一只啊！再见！啊，太好了，你可以杀死羚羊了。我会把皮和肉给剥出来的，你回去萨满那里吧。哎，我看看刚刚那个鸟是什么东西？这个鸟牛逼啊！你来打我呀！操，爸爸，这里可以抓蝴蝶吗？我很怕爬上爬下的攀岩啊，求求你了，你去抓一只蓝蝴蝶给我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就知道占我便宜。好，这只蝴蝶你是我的坑爹啊，这猪队友啊，抓。好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你是最好的。萨满，我回来了，我通过了成年礼，他还是让我去找一些人让我帮助他们。哦，我成年了，我可以往右走了。之前那个人不是拦着我不让我走吗？你看，哗一下就跳，像这个跳跳虫一样。我好饿呀，但是我还是要站岗啊，外面太危险太可怕了。这个问问萨满，谁可以来帮我站岗好吗？关我屁事！我靠，我还要回去问萨满帮你站岗，他还不让我过去，他需要整天都在那站岗啊？那告诉他，他要坚持。你有病是吧？然后我再去告诉他。我早知道就躲在那晒晒太阳休息一会儿，躲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然后过去告诉他你就坚持，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。什么？没有人来换我的位置吗？我实在太饿了，我能吞下整头猪啊！求求你了，找到奥玛，问问他能不能给我些食物。你还是不让我过去是吧？关我屁事！奥玛是谁啊？是这个人吗？那还挺近的。这人叫乌玛。你看到我的孩子了吗？他一直跑来跑去，我害怕找不到他。如果你看到我的孩子，求求你把他带回来吧。怎么每个人都有这样的？哦，我看到他孩子了，我看到他孩子在这儿呢，这小畜生。哎，你妈妈叫你回去，你走开。干嘛呀？回去啊，我躲着不让我妈妈发现，她不让我吃烤山药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，我迷路了，哈哈，我要我的妈妈。那我你跟我回去啊。哦，他跟着我了，太好了。哇，他现在能凌空这样蹬上来，你学了踢云纵了。哎，你孩子回来了啊，我的孩子回来了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孩子跟我待在一起，别再乱跑了啊。这是奥玛吗？这是艾玛。
你们女性都叫什么什么马，男性都叫什么什么什么。你找到我项链了啊？这是要项链那个的，我哪知道你项链在哪儿？这个奥马在哪儿啊？这部落就这么大，奥马。哦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我有些肉干给他，去给他吧，你帮我送过去。整个我一个在玩死亡搁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现在可以继续站岗了。我还不能过去啊！我是成年人，我是成年人，这里还能走，这里还能走。哦，难道他的项链是掉在这儿了？看到项链了，牛逼，拿走。啊，这是我的项链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村民的事件我都解决了，萨满，让我出去吧。天上的小鸟和天上的风都告诉了我，你的这趟旅程非常的成功啊！现在整个部落啊都走上正轨了。你现在知道了怎么狩猎，怎么采集食物，你也不是个自私的人，一直在帮助别人。你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战士。在你的未来，我可以看到很多挑战，跟我来，这很重要。乌马让我跟他去，你可以帮我看着孩子吗？我成什么了？我是战士。哎，你孩子没了，我的孩子掉了下去，谁来救救我？谁来帮帮我？从这下去是吧？那我如果从你孩子掉下去的地方下去，岂不是更容易找到他？是不是？我摔死了，他孩子站在那儿没事儿，我摔死了，我是个战士。咦？我独到竟然在这儿，你不是我的妈妈，我会跟着你，求你不要走，因为不是从原路来，正路来的，我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啊。等等，什么等等啊？等等，等什么啊？你是疯狂原始人啊？啊，你自己下来不？为什么你不会下来的吗？你是不是傻？你跟着我做，兄弟。哦，你现在下来，你脑子有问题，真的脑子有。你怎么掉下去啦？好吧，好吧，看来这下面是个挺重要的地方嘛啊，孩子，你先走。哎，这个东西竟然没事儿，那我也跟着他。他妈的，我死了！我得跟着他，我待在他旁边，他才会往前走啊。这怎么过啊？我到那里他就下来，也没有什么，又不是王可以引诱一波。好，准备。哎，哦，可以这样的。这里千万别掉下去了啊！生命诚可贵。我操！哦，我操！兄弟，咱们从这儿走不行吗？咱们这样上去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打他？阿大，阿大，阿大，阿大啊！追追！哎哎哎哎！哎牛逼！哎呀，回到了部落啊，这不是部落的西边吗？耶，我们回来了！快快快，跑到妈妈那儿去！我按跳为什么没用？我按跳为什么没用？我早点，我早点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终于放我过去了，我们是从右边回来的啊。我回来了，谢谢你！我之前一直担心这担心那，你拯救了我的孩子，我无以为报。现在又是时候再去狩猎了，我会在大树那里等你的，跟着我。今天我感觉是个非常好的狩猎的日子，我们这次要深入丛林。砸到他，砸他，砸他！哎呀，没砸到。哎，我听到骑兵的声音，马蹄声，马蹄越来越近了。快跑，跑回村庄！我不跑。What the fuck？站！啊！我在下面，他是怎么弄到我的？我在下面，兄弟，我是被他脚气熏死了吗？啊！我靠！我这都没砸到，牛逼！哎呀，快快快！好！跳呀跳呀跳呀！太吵！
冲！啊！回来！啊！走啊！走啊！我靠！什么叫回部落？你告诉我，萨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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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跑什么？你们跑什么？我的，我以为得救了呢。我要你喝哟！你大爷！关键是这个存档点真的很烦人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边缘起跳，牛逼啊！边缘这下没跳起来，你傻不傻？这下没跳起来，傻不傻？我靠，就是有时候跳得起来，有时候跳不起来。你要避风网，这些牛啊！他打中我了，我不玩了。来呀，撞我呀！去你个大大卷！好，先下来一格，因为会跳到那个里面。跳呀，好！啊，他打到了我的身体，起来，起来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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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跑什么？超过这些人，让他先死。哎呀呀，被砸中一下没关系啊！啊！直接跳，牛逼！到这跳，牛逼！跳到这里，等他，等他一步。跟着他们跳，他们跳我才跳，他们跳我才跳，我真的，哦哦哦啊！啊牛逼，牛逼！这个游戏存档点啊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我是你个……那怎么办呢？现在不能说话，没回车，这好像下不掉不下去，他会撞到。哎，我上去行吗？从这个楼梯这下去行吗？求求你爸爸们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求求你爸爸们不要打我！这个牛是不是瞎子？这个什么设定啊？这是啊？我下来了，往左走，跑到了牛的下方，被踩死了。这什么狗屁游戏啊！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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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什么玩？什么玩？什么玩意？什么玩意？他的娘啊！屎一样的动作。菜鸡一样的画面，你走个屁啊！散步啊！操！好，现在就是要研究怎么到右边去，对不对？怎么过去？我这拔不上去。哎呀，哎呀！你是蚂蚁吗？这么大块石头，你竟然能推得动？哇，这里能看到月亮，这是块风水宝地啊！我们的部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啊！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听过一个在东边很远的地方的一个部落的故事。在我出生前很久，我们和这个部落就分开了，要穿越外面未知的那些丛林，太危险了。
至少对一个部落来说太危险了。去东边找到他们，问他们要帮助。所以说就是你知道去危险还叫我去了，神经病啊！我要到东边去找什么部落啊？这你都砸得到，我不吃这个血了行不？嘿嘿，我操，完了完了，我要跑过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可以。哎哎哎，嘿嘿，这个游戏它就傻就傻在哪里呢？它按键不灵敏，它判定好，这里直接跑过去它砸不到。嘿嘿，好，这下面是，这下面有个东西在埋伏我，老子不跟你打，老子直接下去摔死了。这个游戏很好玩，很好玩，非常好玩。我看了多少钱，你们知道这游戏多少钱吗？噗。